你和三妹已经和离，你们不便住在一起。不如陈芊芊，出来。二姐，好久不见。在门口偷听什么呢？没有偷听啊，不是你叫我来服侍吗？那还不过来倒茶？ 刚才又说什么呀？不如将三妹送到日盛府，和长姐住在一起，可好？好啊，你说的都好，都听你的。没想到你会这么快答应。一个玩物而已。 放哪儿都一样。看来少君真的对三妹死心了。需要我向你证明吗？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三妹到日盛府？ 不急，虽然是玩物，但还是放在眼前最好玩。那不如你搬来新子府，你我商议城中事务也方便。难道二郡主是想把我当成花园男子，随意摆弄？你刚才是演给陈芊芊看的。 男人就是靠不住，变心变得这么快，我难受。当初我给南兄说的时候，把你比我还难过，报应。少庄主，少君叫您过去伺候他更衣。 请吧。 陈芊芊，你知道就好。你就算是死，
也得死在我手里，你休想踏出月历府一步。去把我的衣服熨烫好了，有一点褶皱你今晚就别想睡了。家伙这件事就是从古至今从未变过啊。累死了都。啊，爽。